麦昆到底上高那几岁已经知道我家楼下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泪人的话，救命啊别折磨我啦，出门受浪可开始今夜打吧，你想要怎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确定膜拜啦，大叔啊哎是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，嘿哟你说呀你说呀，说的话欧巴，谢谢啊，感谢哥哥，谢谢，感谢大叔哥，感谢曼谷的鱼哥哥，感谢八哥，谢谢，谢谢，对，都能让他走起来。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绪已经挤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写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泪人的话。想要怎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你已经确定膜拜啦，大叔啊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，哎呦你说呀你说呀，你说的话就为他留下啦，大叔啊哎哎大叔啊，难道这句惩罚都不会被骂，哎呦你说呀你说呀，谢谢啊，感谢大叔哥哥，谢谢你们送的烟花，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，把免费星送一下，谢谢。大叔啊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啊不要吧，知道吧，嘿呦你说呀你说呀，你说的话就他都笑啦，大叔啊求求大叔啊，难道就去惩罚你不会被骂，可以抱抱你吗？哦，谢谢。哎呀，不，谢谢谢谢谢谢哥们。